Directed by Huang Hsin-Yao, black comedy The Great Buddha Plus is featured at this year's New Directors New Films 2018. Set somewhe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Island,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Pickle, who along with his friend Belly Button, discovered dash cam footage of Pickle's boss, Kevin, that will change their lives. 虽然那片名叫大佛普拉斯，可是我觉得我的片子从头到尾都不是跟宗教无关啊。其实佛就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象征意义。 象征法典，宪法啦、法律啊、道德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理当遵循信仰的。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他这样，就是法律这样规定，我们就应该这样子遵守。 我们怎么知道法律里面装的是不是合不合时宜的？就像是大佛一样，佛像是我们不容怀疑的。那你怎么知道佛像里面装什么？就像法律里面装的什么一样啊？你难道不能去怀疑它吗？难道不能去破解它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保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第一个 plus 就是因为我短片叫大佛嘛，那后来变长片，我就在想说，那要取什么名字嘛？ 那大佛的短片要变成大佛的长片，那 iPhone 6 有大一点的就叫 Plus， 那我就叫也可以叫大佛普拉斯，就是 Plus 的意思。其实简单讲，就是台湾还蛮崇洋媚外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很多细节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嘛。那我觉得，例如说，有很多。 台湾有蛮多文字是音译中，那是用声音去翻译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代理人饰演的启文这个角色，他的工厂叫做葛洛伯，葛洛伯的意思其实就是 global 嘛。我觉得跟国际接轨不是说你学英文就是跟国际接轨了，然后我觉得跟国际接轨也不是一昧的去学习国外的东西啊。 There are many voiceovers from the director within the film, reminding audiences that they are watching a fictional. This doesn't take away from the portrayal of societal realities that the story mirrors, including questions it pose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就像我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世家，世家至于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世家是一个在这片子好像对剧情没有推动力的人物。 我觉得世家是其实是反映这部片子里面其他所有的人，其他所有的人就是为了食衣住行柴米油盐在争啊。你说底层的人就是蒸三餐嘛，那上层的人呢也是蒸三餐，只是他们的三餐可能比较丰富，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那我们之所以存在，难道就是为了三餐吗？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电影里面其实是让大家去反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自己存在，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每个人难道都那么重要吗？ For more information from Sinovision English Channel, you can find us online at ian.sinovision.net or follow our Facebook page at Sinovision Official.